你在找绿标吗？在找绿标。这个就是绿标啊！看我都变麻。好像这个不是绿标，它绿标很难找。这边呢、啊？我要买这个。润波，那可是那个卓文萱代言的哦。对，好无聊，我们在干嘛？录影啊。绿标哎、欸。那不是。其实那么多，买一送一。那么多绿标，怎么都不要买？越买一送一。越买一送一，那个也买一送一，这个也买一送一。可是又不是我要的东西啊。你全都买吧，全都买。我很穷哎、欸，我没钱买那么多。你少来，钱很多。哪有啊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钱多啊？今天不是我们刚逛过了吗？这个啦，没有用的。屈臣氏最爱女人漂漂亮亮，最新流行彩妆，还有别家买的多多。我已经吃完了。我还可以吃。你就只能吃麦当劳的、啊、薯条。我有那个。甜心卡，甜心卡 ，Sweet 卡，我看一下，等我，没带，不必啊，有在这，过期了吗？这个人很糟糕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有那个哎、欸，小鼠加那个香酥派那个，嗯，到底绿标是什么、啊？绿标不是绿色的标志吗？不知道，他写说。这是红区啊，可是我都没有看到绿标。绿标商品会不会在楼下？我的健康保健是维他命保健品，世界多的大罐啊！你不懂的，还可以这大罐的几梦？梦一千梦啊！看那个、哦、一千梦，就450块，然后一千梦是179，哪一个比较便宜？感觉那个比较便宜耶。这个。那个为什么？你看餐饮就是100啊，然后哎真的，就800嘛，然后1000，然后还多79块。好吧，那我买这个就好。你怎么那么骗钱啊？骗钱？超夸张的哎，400×3也才150而已啊，买三瓶哎。啊，那我洗澡的要买什么？你洗澡要买什么？捧捧吗？又是捧捧吗？我恐龙用很久了。对啊，可是要重标的。想要换个口味。口味。我饿了。这边有绿的。怎么绿的？这边有绿的。你不是要找绿的吗？琪琪，买这个啦。买这个，把这个倒进去里面，红配绿色。不要。我现在几点？20分。20分，一定很多人迟到黄金。真的吗？不要我们过去，大家全部都到。我看到绿标了，好饿啊！这好很好吃，啊，你这么差，婆婆，我要吃这个，买这个给我。你不是要买绿标吗？可是它是宇治抹茶口味。哦，多少钱？给我，谢谢，我付钱。多少啊？好贵哦，32块。那就买吧。我要草莓口味的。有买一送一吗？哎、欸，买这个了啦、啊！那我的啦！好酷哦、喔！快点吧，都是因为我。好，琪琪好厉害！我要买。你要买几个？请问你要买几个？请问你要买几个？两个好了。好、啊，那我的宇治抹茶就是给它丢掉。这边啊。39块，哎、欸，好，那算怪便宜。算便宜了，那个便利商店都卖42吗？45。啊，45。多买几个回去好了。好，买几个，这样可以让我凑点数。请问你要买几个？今晚你要买几个？3个。3个又没多多。干嘛？他没有买一送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他那个7-Eleven， 如果什么买第二件六折怎么办？就是什么高原什么啊？他写的啊，那个啊。香草冰淇淋，新的吗？夏季限定哎、欸。啊，那买3个好了。啊，不用买一个送我。买3个，一个送你啊。耶、yeah, ，还有送这个哎，太好了，真的玩对我真好。当然。还要买什么？这个。那个超大，到处看个，不用，
买一个寿司。不要浪费钱了。什么叫绿区的、欸？可是我不需要这个。那就算了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们班那个 Patrick 吗？他知道。他你知道仲裁打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现在他店里面的人都在迷少女时代。不行啊，我一定要买一个洗发精来用。琪琪，我们已经逛了五分多钟了，哎，你还没有决定你要买什么吗？ Yes. 然后又再回到这个地方来。六分了，六分了。后面我想用的怎么办？装傻。那就不要买了。大柜才89哎。我是那时候红标的哎。好吧，那算了，你做的真好。好吧，不买，我们去看楼下没有可以加过的。哦，琪琪，我们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上面逛。那我要拍。对啊，连这样也要那个。你知道我们路上拍到很多很好笑的东西吗？真的，我脸比较高。我的午餐都还没吃，就让我花了。午餐不是已经晚餐了吗？晚餐，我的饭没吃，你就让我花了多钱。那是你要买的，不是我要买的。而且那个手上有大概三，这边有四个东西是我要付钱的，其实。那我这里先给你付，我再给你10块。好。那你还要买吗？没有买我就要先切掉。我看有没有要加购。